小朋友，台湾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野鸟王国。在台湾有记录的鸟类大约有430种之多，而且其中有16种是台湾所特有的鸟类。在台湾这么小的岛上，能发现到这么多不同种类的鸟儿，就整个世界上来说是非常难得一见的哦。台湾这么一个小小的岛上，为什么会适合这么多不同种类的鸟儿栖息呢？这是因为台湾岛拥有一个非常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在这里不仅气候差异大，而且地形变化多端，相对的影响到植物的生长，而这几项因素呢，也就造就出鸟类不同的生长环境。所以咯，台湾才会适合这么多不同种类的鸟儿生长。在这众多种类鸟儿当中，一年四季都栖息在这里，不会移栖到其他地区的鸟儿，我们称为留鸟。在台湾地区的留鸟种类大约只有160种，占所有鸟类的2/5。另外，种类较多的候鸟，它们并非长期的栖息在台湾本岛，而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来台湾探访。这些鸟类的繁殖地主要啊是北方的西伯利亚、中国的东北和日本北方等等。它们来台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冬。来到台湾，它们大约会停留半年，直到次年春暖花开，春季来临时才会再次的北返。此外啊，这些候鸟中也有许多鸟儿是属于夏天才会来临的夏候鸟，到了冬天它们就会往南飞去，离开台湾。这些在台湾出现的夏候鸟种类并不是很多，只占了非常少的一部分。但是不论候鸟或是留鸟，在台湾停留或栖息时，它们将会面临各种不同程度的危险，严重的甚至会使它们失去生命哦。这些野鸟所受的威胁，除了来自自然因素之外，最可怕的可能还是人为的因素。就像森林的开发造成山鸟们栖地的破坏，或是沼泽泥滩地的利用造成水鸟们流离失所。此外，环境污染一天天的加剧，尤其是河川的水质恶化以及垃圾的大量出现，都再再影响到野鸟们的生活，造成或多或少的伤害。而在诸多不利鸟儿们生存的条件当中，最严重也最具威胁性的，当属人类对鸟类的滥捕及滥杀了。人们为了私欲以及财富的原因，对鸟类肆意的杀戮，或是架设鸟网，或是用陷阱诱捕，都对鸟儿们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使鸟儿在野外的数量很快的滑落。就像前阵子黑面琵鹭事件，黑面琵鹭原来是一种保育性鸟类，在全球的数量不过数百只而已。每年的冬天，它们都会到台湾的曾文溪口停留栖息。可是啊，就在民国81年时，竟然有人拿猎枪射击黑面琵鹭，造成2死1伤的伤害，非常的令人痛心。这只受伤的黑面琵鹭幸好没有伤及要害，所以能够存活下来。不过啊，也因为伤到翅膀，因此无法飞行了。当他们的伙伴到了春天北返时，只有它一只孤单的留下来了。这只留下来的黑面琵鹭
幸好经有关人员将它送到台北市立动物园饲养，并且疗伤，暂时恢复了健康。不过呢，人就无法飞行，它也就这样在动物园里生活了一段时光。由这个事件可以知道，野生鸟类的保育的确是当务之急。我们除了不去干扰猎捕它们之外，更积极的做法是要划定保护区，来彻底维护它们的栖息环境，并且呢，在它们受伤或生病时，我们也要伸以援手，加以照顾治疗，以挽救它们宝贵的生命。如此才能使保育工作真正的落实。今天啊，我们就是要带领小朋友去拜访野鸟的救护站，也就是野鸟救伤委员会，让小朋友了解救护野鸟的过程，以唤起大家尊重生命、保护动物的责任心，好让小朋友能从小就培养出正确的保育观念。小皮，你知道吗？今天啊，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哦。这个地方呢，他们做的可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哦。你猜，我们到底是要去哪里呢？哎呀，你呀，真是明知故问嘛！刚刚节目一开始，你不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吗？我们今天啊，要去那个什么什么那个野鸟大医院啦。我就是想考考你嘛。很不错，你有专心在听哦。不过啊，它正式的名称是野鸟救伤委员会，不是什么大医院啦。哦，是野鸟救伤委员会呀，这里有什么好参观的？像这种兽医院不是满街都是，我觉得有什么好特别的呀？哎，那你就不知道咯。这里当然是特别咯。第一，它是政府所成立的单位，和一般的兽医院不太一样，主要啊是收容和救助伤病无主的野生鸟类。第二呢，它是一个非常专业、有制度而且有组织的单位，受伤的野鸟只要送到这里面来，就一定能得到非常妥善的照顾呢。哦，那这样说来，鸟鸟们来这里看病，嘿嘿，都不用花一毛钱咯。是啊，因为它们都是没主人养的野鸟啊，所以咯，治疗和照顾他们完全是义务性质的，完全靠大家出钱出力完成的。哎呦，其实干嘛那么辛苦嘞？把这些治好的鸟鸟拿去卖，不是什么钱都有了吗？这怎么可能呢？治好的鸟儿不是野放，就是加以义务收容，不可能拿去赚钱的啦。哎，你怎么会这么没有概念啊？嘿嘿嘿，哎呀，开个玩笑嘛，我当然知道不能拿去卖啦。好了啦，我们啊也不要讨论了，现在啊就赶快去看看他们吧。好，说走就走，出发吧。走。今天我们所要参观的野鸟救伤站是位于台北市复兴南路的巷子里，地方不大，但是啊且收容治疗过非常多非常多的野生鸟类。主治医师齐伟廉齐医师是一位具有非常广博的专业知识以及丰富的治伤经验的兽医师，在他用耐心和爱心的照顾下，不知有多少原本无助的伤鸟受到妥善的治疗，终于能病愈回归野外。然而齐医师的工作完全是义务性质，没有接受政府的补助，但是呢却有非常多有热忱的爱鸟朋友协助他进行这项工作，也因此才能使这份极具意义的救伤任务能继续推动。齐医师所主持的野鸟救伤站，他主要工作当然就是医治受伤的鸟儿以及照顾失去父母亲的雏鸟。而这些伤鸟雏鸟是从哪里来的呢？
主要啊还是由民众拾货所送来的。当民众拾货这些可怜的鸟之后，便可以放到纸箱中，然后送交各地鸟会或保育单位。这些单位便会将鸟儿转诊到台北，台北鸟会在登录填写资料之后，就迅速将伤幼鸟送到旧伤站接受治疗。旧伤站在接到鸟儿之后，首先呢要判断这是什么样的鸟。像今天所送来的伤鸟，就是一只非常罕见的白斑军舰鸟。这只白斑军舰鸟是属于非常稀有的过境鸟哦。它是在桃园杨梅镇高山里被张永清、张国湖父子所拾获的。拾获之后，他们啊先用鱼喂了两天，但是鸟儿仍然不能飞行，他们父子才把伤鸟送到桃园鸟会转诊到这里来治疗的。当大夫确认了鸟种之后，接下来呢就要观察它们到底受了什么伤啦。像这只鸟，它的左翅腕关节以下好像有麻痹的现象哦，可是又没明显的外伤，因此其医师就得先为鸟儿照射 X 光，看看骨骼是否受损。经过 X 光照射，判读 X 光片的情形，其医师认为这只白斑军舰鸟很可能是受到铅污染，因而中毒麻痹，失去了飞行能力的。看来啊，是没有治愈的机会了。哎，又是一只遭环境污染危害的可怜小鸟，真让人心痛哎。其医师除了会为鸟儿们治伤疗病之外，在治疗的过程中，他也会观察记录鸟儿们的生态习性。将一些猛禽类进食之后，会吐出食碱，这食碱是食物中无法消化的部分所形成的，它就会收集这些食碱，并且做成记录，以利日后习性的了解。在奇医师这里，我们透过他的病例记录，还可以发现到许多人类直接或间接伤害到鸟的证据。像 X 光片中的这只夜鹭就被鱼钩所伤，幸好经过开刀之后完全康复。而这只灰眼鹫治疗的 X 光片中则是被子弹打伤，也是治疗后完全治愈，重新放回野外飞翔的。野鸟救伤站的主要工作便是救回这些伤鸟们的生命。在诊疗之后，还有许多鸟儿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疗养，等体力健康恢复之后才可以重回野外。而这份疗养的工作不再是在救伤站中进行了，而是交由义工处理。接下来我们就安排一起去看看吧。小皮，你看这些鸟鸟真是可怜哎，大部分都是人为造成的伤害，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检讨检讨啦？哎呦，是啊是啊，我们让这么多无辜的鸟鸟受到伤害，如果再不施以援手帮助他们的话，他们在野外很可能就这样慢慢痛苦的死掉了呢。是啊，所以咯，我们要尽量支持协助这个单位，不仅要将受伤的鸟儿送到这里来治疗，并且呢还可以积极参与各项服务，好让这个单位有限的力量能够发挥更大更广保护野生动物的功效。对，我决定了，节目播出之后我就要报名参加义工行列了嘞。你呀算了吧，自己都照顾不好了。好啦好啦，再说吧，
接下来啊，我们要继续观察鸟儿们疗伤的情形哦。现在过去看看吧。好，走喽。义工们所收容领养的鸟儿中，除了有待恢复健康的之外，还有一些呢是受伤过重，无法再回到野外的。此外，也有许多是失去亲鸟照顾的雏鸟，这些都是义工们照顾的对象呢。黄慧慈老师任教于阳明山的格致国中，他非常的热爱自然，喜欢野生动物，在他的家中就义务地饲养了许多受伤以及嗷嗷待哺的小鸟。他所照顾过的鸟儿都与他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每一只小鸟他都还为他们取了名字哦。像这只脚步有障碍的白头翁，他就叫它小草。小草的胆子很小，看到别人都很害怕，可是啊，一听到黄老师叫他的名字，他就显得特别高兴，直向他亲热呢。另外还有这只被人识货的红鸠幼鸟，来这里时它还羽毛不全，如今经过细心照料已经日渐长大，不久之后就要开始学飞咯。如果它当初没被人们捡到送到这里来的话，命运还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呢。总之，这些热心的义工提供了这些鸟儿一个新的家，不断地付出爱心及耐心，让这些鸟儿受到最妥善的照顾，使它们渐渐长大或是慢慢恢复健康。而等到一切顺利完全复原之后，义工们还得忍受分离的难过，让这些已经有感情的鸟儿们重回大自然的怀抱，回到他们真正应该拥有的世界中了。等鸟儿经医师诊定完全复原之后，野放的时刻终于来临喽。在野放前还有一些事情必须做好，那就是要带上小环做一个记录，以便日后的追踪调查。今天我们所要野放的鸟儿是羞怯怯的刻意鸠，因为啊，它是在台北县甘源国小中识货的，所以野放时也要到原地释放，以便它能很快的适应野外环境。在小朋友的围观下，刻意鸠一飞冲天，终于又回到了野外。它一飞出去之后，就停到教室旁的大树上，看来它必定能很快的适应原来的生活环境，再次享受自由的喜悦。我们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他，刻意鸠一切顺利。小皮，经过大家辛苦的努力，终于让鸟儿又恢复健康，能再次展翅高飞，飞回他们的天空了。哇，看到这一幕，我可是真的很高兴哎。是啊，我也感动的都快哭出来了呢。陈姐姐，他们养了那么久，都有感情了，怎么还舍得把鸟儿们放走啊？没办法啊，毕竟鸟儿是属于大自然的，他们唯有自由自在的飞翔，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啊。所以啦，这些受伤的鸟儿啊，一旦恢复健康，都必须野放的。哦，那这样小鸟鸟再见咯，希望啊，你以后睁大眼睛，小心一点，不要再去受到伤害了哦。小皮，不对不对，我们应该这样讲，我们应该要求自己努力的去力行，除去各种威胁到鸟儿生存的人为障碍，这样啊，才能够让小鸟鸟们自由的在这片土地上翱翔，快乐的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啊。哦，对对对，其实啊，我也是这样想的啊，只不过啊，刚刚我没有说出来而已嘛。好啦，虽然你是这样想的，在节目的最后，我还要再次呼吁小朋友，我们要尊重生命，保护自然，
让大地与鸟兽共享，让世界与万物共有，齐心努力做好保育工作。好啦，讲到这里，我们也该和你们说再见了。小朋友，我们下周再见喽，再见，拜拜，下星期再见喽。